撑大学，我觉得多创作啊，创作是一切的开始啊，对吧？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写出一些就属于自己的东西。邀请团都是属于南部的乐团，希望中山的同学之后能够多多关注南区热门音乐季，也可以来私讯粉专说明年想要邀请什么团。